让我们再爽一次吧，兄弟！欢迎来到我们的泳衣派对。我们口技一流啊，想来点刺激的吗？纸人，喵喵随时让你享用哦。死变态！不想死人上车！他会进入自己的网大世界，砍他！这个烂片里啊，男主角就得罪了全世界的男人，所以在电影里边要被各种男人追杀。全世界的女人都喜欢你，你开心了？我也是千百个不愿意。变态！如果你生活在我的世界里，那你只不过是弹窗广告。啊啊啊啊啊、你一直在骗我，非常讨厌这烂片的世界。国泰，恭喜大家毕业啦！